妈妈可否帮我把这幅画像交给王公子？十一娘感激不尽。是十一小姐呀，没问题，这成人之美之事啊，我自然乐意为之。十一小姐，您就交给我吧。那就有劳您了。罗十一娘呢？把罗十一娘叫出来。你们茂国公室的寝室你们敢碰的？世子，容奴婢们禀告一下。禀告什么？起开。太太，王世子冲进来了。这个世子爷竟然如此无礼。老爷呢？老爷一早便出去了。怎么刚纳完彩便不认我这个姑爷了？你们罗家可比我还威风呢。王世子来了。世子爷请您出去。退下。是。贵客在上，有失远迎，还请世子爷见谅。我一定见谅。十一娘在哪儿？叫她出来见我。小女十一娘见过世子。怎么是你？你是罗十一娘？是和本世子一亲的罗十一娘？世子爷，她确是十一娘，这到底是怎么回事？你原来在这儿，骗得我好苦啊。放开我，母亲救我。这个又是谁呀？她是十一娘的姐姐二娘。罗大太太，你这个女儿不得了啊。她勾引我在先，说她自己是罗十一娘，说你们罗家二姑娘是个病秧子，所以我才会求我母亲改娶那罗十一娘。不是的，母亲，不是的，你别信他，母亲。你放开，你放开，世子爷，这到底是不是有什么误会呀？我不管什么误会，反正我要的就是他。我才不要嫁你呢！放开我！我跟你拼了！闭嘴！罗大太太，从今日起她就是我的人了。我告诉你，除了她我谁都不要。母亲，二娘与世子爷两情相悦，我这个做母亲的只会感到高兴。小姐，小姐。